呢，其七连杀到红的兵，我三回合拿步枪，我拿步枪。那个在一定的高度它会飘，反正那时候飘，这就好了。好了没？好了没 ？That's great。我们再打一局哦。那我同学好像也不打，像不想要打了吧？我好气愤。站在这石头上面，结果掉下去。哎，自己死哎、欸！他好像自己掉下去吧？还什么棒子之类的，他自己掉下去。等一下，我就哎、欸，等一下啊！为什么？哦，升空了。要输！我最讨厌闪光弹，把它丢出去。Fire in the hole！ 为啥现在好像在我后面？对对对。Fire！ Rebels win！ 哦，不错哦，拿狂龙哦。Round start！好像记得是看惯的，
Alliance wins. 会不会卡到，然后就死掉了？我们就直接卡在那边，然后完全连狙击都狙不到。同学还在吗？他还在。但有人加我 ，P3。好的，我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记得订阅我、按赞我，还有加我好友，我在火线台版。